现在介绍介绍贵宾。阿甘精神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双联市障按摩基金会。现在致辞的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谢局长在台上新北市视障按摩小站的致辞。训练的一个课程，所以是非常技艺专精的一群。那同时我们也有100多家的私人按摩这些院所啊，来提供按摩服务。总共新北市的按摩师大概有430多位的按摩师。那这些按摩师平常都很努力的工作。那我们一年会帮他们办一次行销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以及透过代言人的协助，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愿意接触我们视障按摩，在你的生活过程中得到舒压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记者会，也希望透过各位媒体朋友的协助，让视障按摩能够走入我们更多人的家庭里面，也希望能够鼓励这些视障按摩师对他们职业的一个尊荣。所以我们办了今天这样的记者会，所以再一次的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体验这个视障按摩的一个乐趣啊！我想我们市府也有这个视障按摩师，各位记者有兴趣也欢迎到我们的 V1 来享受这样的服务。谢谢大家，谢谢。以上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局长谢局长上的致辞。